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内阁批准5亿株供中部下端四个府治开发18个项目；塞塔总理视察华新机场扩建工作；农业及合作社部视察佛同府解决农业问题。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在曼谷召开大会，讨论金枪鱼资源永续利用。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内阁会议批准5亿株供中部下端4个府治推展18个项目。内阁巡回会议星期二在佛皮肤举行，审议并批准了针对泰国中部下端地区4个府治的18个开发项目，总价值5亿1000万铢。同时会议要求相关机构提报需要申请2024财政年度预算及中央预算分配的项目方案。塞塔总理于星期二在佛皮皇家大学主持召开内阁巡回会议，并表示这次内阁会议批准了针对泰国中部下端地区4个府治的开发项目，合计18个项目，覆盖佛皮府、麦康府、龙仔措以及巴蜀府，总价值5亿1000万铢。在这些项目中，首个阶段已经准备好上马，且可以在未来1年内完成的项目共有10个，价值2亿4000万铢。接下来将是审议划拨2024财政年度预算和中央预算程序。另外8个项目属于私营部门提报上来的项目，价值2亿6000万铢。内阁会议已听取相关项目方案报告，要求相关机构也可以继续向内阁提报项目方案，以申请2024财政年度预算和中央预算。塞塔总理表示，内阁会议还认可了内阁在中部下端地区府治群在综合经济发展、投资、旅游、农业、强化稳定和自然资源永续管理方面实地考察的结果。上述10个项目包括了中部下端府治群项目2个、佛皮府项目3个、巴蜀府项目2个、麦康府项目1个、龙仔措府项目2个，以及来自私营部门提报的8个项目，价值2亿6000万铢。具体包括了佛皮府扩大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资源项目，以支持实施生态旅游促进计划、提高华新消费用水管理潜力项目，以及预防和解决龙仔措府社区河岸侵蚀问题项目等。塞塔总理日前视察华新机场扩建工作。塞塔总理日前视察华新机场扩建工作，以支持国际航班，目标是要在1年半内完成，迎接明年第4季度的旅游旺季。指派泰国旅游局充分了解游客需求，让他们停留更长时间。塞塔总理抵达华新机场后，视察了销售点和检票点，
然后上二楼先检查出入境检查站，再到出发大厅内参观。总理了解了使用机场服务的乘客需求，并了解了该机场的准备情况和扩建工作的完成标准，希望能够在明年年底完工，以支持旅游年，希望游客在泰国停留更长时间，所以泰国旅游局要充分了解游客的需求。对于华兴机场的扩建工作一定要值得，如对清迈机场扩建后有来自马来西亚和其他地方的航班前来使用服务，并且希望考虑更改华兴机场名为碧华兴机场，让更多人知道该机场距离碧武里府，也就是佛丕府也很近。如果有更多航班可能会更改名称，它将有助于促进佛丕府的旅游业及发展。因为华兴县被认为是一个值得旅游的城市，拥有许多旅游景点和历史古迹。赛塔总理听取了华兴机场发展计划的情况介绍后，表示仍然未充分发挥华兴机场的潜力，目前计划拓宽跑道，并透过扩大隧道的路肩来容纳从国外抵达的飞机，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完成，但已经指派交通部尽量在一年半内完成，也就是明年第四季度完成，因为这时候正是巴蜀府华兴县的旅游旺季，这里有很多酒店和高尔夫球场。最重要的是华兴机场有扩建的潜力，可以让外国游客前来参加各种会议或者展览。这次来视察是为了把这座机场扩建得更宽更大，可容纳来自国外的航班。过去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它能够容纳国际航班，但是国际民航组织表示还没有达到标准，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扩建。如果增加安全性，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使这座机场变得可以容纳国外的航班。以前每星期只有三个航班，现在每天都在增加，应该也有一个来自和爱的航班，这符合政府想要更多游客的政策。如果有马来西亚游客从和爱前来华兴，希望当地部门能想方设法让这些游客停留更长时间，这样就可以支持和爱、华兴和佛丕的旅游业。农业及合作社部长视察佛同府解决农业问题。农业及合作社部长塔曼纳日前前往佛同府考察，为当地农民解决养虾、水稻种植及水闸问题。佛同府副府尹阿塔乌和相关机构、地方行政人员、农民予以接待。农业及合作社部长泰曼纳表示，重要的政策和工作原则已下达给行政人员、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公共组织负责人，包括中央、地区和国际各级机构的人员，聚焦解决农业关卡问题的政策，旨在实现农民吃得好、住得好、有收入、有稳定职业，农产品附加值高，农业资源可持续，和泰国农业成为世界市场农产品的领导者。同时注重创造实用的工作方式，例如建立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应对自然灾害，打击农产品走失，并推动农产品升级换代，增强农民潜力，管理农业资源，开展具有环保意识的农业等。佛同府副府尹阿塔乌表示，佛同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地，有丰富的适合农业发展的土壤和水资源，主要河流有塔金河，并拥有覆盖全府的灌溉系统，使佛同府成为水稻、蔬菜和水果种植的重要地区。另外，这里还有重要的淡水渔业以及养虾业，目前佛同府的虾农以及稻农正面临产量少、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导致农民持续亏损。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在曼谷召开大会，讨论金枪鱼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泰国渔业厅在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框架内主办第28届委员会年度大会及相关会议系列活动，于本月5日到17日在曼谷 Swissotel 酒店举行。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是其29个成员国提供促进和支持合作的平台，以共同参与保护金枪鱼资源及其类似品种的工作，以使其处于适当的渔业条件下进行渔业活动，并审查保护和管理措施，以及提高报告工作的效率，以实现持续利用金枪鱼资源及其类似品种，并使长期利益最大化。渔业厅厅长班查日前在该酒店主持第28届委员会年度大会开幕式时透露，泰国重视印度洋金枪鱼保护措施的合作与遵守批准和承诺。这次会议，各个成员国将共同审议成员国遵守措施和其他问题，例如这个委员会的非法不报告及不管制，也就是 IUU 渔船清单，以及明年的运营预算细节、会员收费详情、该委员会区域金枪鱼资源评估，以及该委员会区域金枪鱼渔业资源及类金枪鱼种管理相关的各项决议等。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依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是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章程第14条，经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批准而于1996年3月27日成立。泰国于1997年3月17日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使得泰国有义务遵守这个委员会的协议、程序、规则以及保护和管理措施。此外，还有些国家积极参与这个委员会的管理和决策过程。目前，这个委员会缔约方成员国共有29个国家，包括了澳洲、孟加拉国、中国、科摩罗联盟、欧盟、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肯尼亚、韩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摩洛哥王国、阿曼苏丹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塞舌尔、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丹、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和越南，还有一个合作但不是成员的国家，即利比里亚，受邀专家为台湾。这个委员会成员国的主要使命是管理印度洋及附近海域的金枪鱼资源和16种金枪鱼类物种，其中包括了黄色金枪鱼、条纹金枪鱼等等。此外，也促进了成员国之间在资源管理和利用这些鱼类族群方面的合作。这些任务符合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原则，为了研究金枪鱼族群的状况和趋势，以便制定保护和资源管理措施。第28届委员会会议及相关会议共举行了6次会议，时间为本月5日到17日。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